那你帮我庆祝一下祝你生日快乐，来，你给啊，你给啊，啊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要亲手做的蛋糕，对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嘴巴，亲嘴巴，亲的啦。元浩蛮浪漫，对啊，因为他突然在后面，他就跟我讲，哎，康哥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做一个，我吓到哎，还没，那这个怎么去？他哥刚刚是给我去开冰箱，没有吗？他看到了，他会看，没有，他开下面。哦。我觉得带那个吧。因为我们两个不能出去啊，因为我带这种食物啊，所以我就在看电视。那你外面收好了没？来收一收啦。好忙哦。赶快去收一收啦，不要在那边。对啊。腰很酸的。那你帮我庆祝一下祝你生日快乐，来，你给啊，你给啊，啊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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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耶，生日快乐，别要亲手做的蛋糕，对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亲嘴巴，来许愿，许愿，来这边的所有的客人，还有我们营业中的伙伴，都可以非常开心，顺心顺事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。第三个，哎，财务自由忘记讲，有，那演唱会讲过了，演唱会有许过哦，耶，生日快乐。这种下面是什么东西？还有高山，对啊，我们刚做的。元浩蛮浪漫，对啊，因为他突然在后面，他就跟我讲，哎，康哥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做一个蛋糕。我吓到哎！我说你要干嘛？我现在做个蛋糕。他一直想，哎，我在那边做会不会发现？对。然后我们俩说没事没事，我们就说你在备料。对。他一直很怕你发现。